想想想想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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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猫老鼠那个当当当当当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试试咋的呀？我买枪。你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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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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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他妈傻！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钉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我老王也只有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你这个学历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更多故事，也只有你这件老师。